你解释一下，关雨婷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阿姨，抱歉，抱歉。 哦，哟，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哦，吃过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爸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今儿啊，爸不得不说，你这挑人的眼光真不错。什么眼光啊？你知道吗？大碉堡他发了一个大绝招，哎，他派那个蓝俏俏勾引他，人家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我呀，本来是叫清风上咱家吃饭来了。 他们俩说的什么，我在旁边全都听见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清风的人品，那真是过硬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清风就是不为所动。我看出来了，今天就算我不在那儿，他也不会上这个钩的。哎呀，这个大碉堡机关算尽呐，没想到他儿子还就是不识这一套。哎，玉强，你看，我这说了半天，你怎么没什么反应啊？我应该什么反应啊？不是那。 那毕竟是一个大姑娘啊！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紧张。您刚才不都说了吗？人家清风人品过硬，那我那感情也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哎，咱家姑娘心里有数，大气。对。爸，我看呀，说来说去是您对你的女儿没有信心是吧？啊？我不自信，她谁呀？她。 终于让我等到今天了，漂亮！怎么样？我这身，啊，10000。和谁结婚呀？你穿这么贵干嘛？小气！我好歹小舅子吧，我穿的体面点，不能给你爹放着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以后我这各种重要场合，我还能再穿吗？你喜欢就行，那就买下来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你看姐夫多懂事。 那我再去跳条领带。他能有什么重要场合？他喜欢就行啊。我更关着你。哎，大鹏，说。
什么？全赔了？不是，你冷静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这事儿是我姐夫给我推荐的呀。不，哎，我就不赔吗？我不是也亏大了吗？你说这喂，哎呦我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沈浩？你搞什么呢？你推荐的基金全赔了，赔个底朝天。哎呀，我之前不跟你说过吗？做任何理财产品，是不是那都是有风险的，要量力而行。谁让你呀？啊，一下买那么多，你这不废话吗？没风险，我让你推荐个什么呀？这基金，这涨幅那都是非常正常的，对不对？正常个屁！哎，你别说风凉话啊！我现在赔成这样，你赶紧给我跟我解释清楚。不是你自己选择有误，你赖人沈浩干什么呀？就是，关雨晴，你别现在就胳膊肘往外拐啊！来来来，你赶紧跟哥们解释清楚，不然我没法做人了。别闹好吗？没交关系，又没交给你朋友。不行，别闹，你这解释什么呀你？你记一下啊！我回来了，你睡了吗？雨晴，你坐这儿干什么呀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哭了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想自个儿待会儿。走吧。哎。说了，检查下来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没问题。晕倒可能是应激性心理障碍的临床反应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说什么呢？雨晴，你心里的事儿愿意跟我说说吗？我能不说吗？只有把压抑在心里的事情说出来，才能释放自己。你要不试试？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你可以从一些细节。细节，声音、画面，如某个人。细节、声音。我记得有救护车的声音。
还有很多的灯，很多人。快点做决定呀，老公，你不能再犹豫了呀，老公，不能犹豫了，快点的，老公啊，你说话呀，老公，你说话呀，老公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求求他，血浆不够了吧？先救儿子吧，马上准备手术。不，大夫。幸好当时我没有错过抢救时间。现在才捡回了一条命，医生通过微创手术让我恢复得很好，我还能好好的工作。因为我弟弟还有家里的原因，最后盛浩还是跟我分开了。只是爸爸当时的选择让我觉得我一直都无法释怀。那关叔叔知道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不想跟他说我知道，我也不想告诉他们，我就是希望这些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。但是我总是能够时不时的想起来，我每次想起来以后，我心里特别痛。我真的不能理解，两个孩子都爱真的很难吗？都认识这么久了，从来不知道你心里压了这么大的一件事。就是装得太久了，装的我都信了，而且我的职业也不允许有我太多的情绪，所以我努力的在忘记，学会去放下。但我知道我做不到。我是不是很差劲啊？你忘了你还有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诉苦啊？我不想让你担心，我也不想像一个弱者。我们俩是情侣，未来是夫妻，没有谁强谁弱，只有相互依偎。说出来好点了吗？九床今天的血压怎么样？今天患者状态不错。好，林姐。班长。啊，高院长。哎，林姐，你看你清风了吗？清风休假了。休假？清风休假？
我刚听见的时候跟你反应一样。哦，哎，那你先忙着吧。好好。谢谢。玩得开心吗？好久都没有这么放松过了。哎，你看那什么？一号女士，这是您的。给我的？是的。哎，他。下面这首歌我要送给我的女朋友关雨晴小姐，因为她属兔子，所以未来我要跟她做一对相亲相爱的小兔子。我快下了。去年夏天恋爱的踪影，某一刻桥段，是为了什么？学习听多了相聚的人生，仿佛我忙着工作就能担着自己，就能遇见等待都有了意义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是我拜托孙总请叔叔阿姨一起过来吃个饭。什么情况呀？客户干嘛请我们吃饭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唱哪出。哎，先坐下来吧，有什么话慢慢聊。哎，坐下坐下，来贝贝，哎，哎，先吃吧，边吃边聊。啊、哦、啊嗯，哎，来，苏总啊，你看你们聊工作，你把我和贝贝他妈叫来干什么呀？叔叔，咱们今天先不谈工作，先说说上学那会儿的事儿。上学的事儿，好。
难道我们曾经同学过？差着辈儿呢。哦。其实我也是本地人，之前在市北高中上学，九班。九班？我也在九班啊。我的座位是靠窗户的倒数第三排，我前面坐着一个整天扎马尾辫、最爱别粉色发卡的女孩。你是？嚯，这谁呀？苏，你是苏胖子啊？哎，说了这么半天才想起来。哇，贝贝，你和苏总是高中同学？哎呀，你没听苏总说吗？就坐在前后桌啊。马尾辫是不是？这么长时间，我真的一点没认出来你。其实我减肥健身、努力创业，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重新出现在李贝面前的时候，有资格去追求他。苏成，我已经有我们家贝贝啊，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苏总，我们家贝贝啊，确实是有男朋友了，所以今天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了。老李，哎，来敬苏总一杯，算是抱歉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苏总，抱歉啊。今天我要大大的给你俩点个赞，你俩出面去拒绝苏成，那确实是比我有说服力多。嗯，哎，董事长，刚才我的表现怎么样啊？你打断贝贝，脱口而出：“我女儿有男朋友了。”情真意切，掷地有声，这一招高棒。这话呀，不能让贝贝自己说出来，嗯，得让我们当父母的把他给说出来。嗯，哎呀，虽然苏成是白手起家，以前吃过不少苦，可现在今非昔比，人家的身价在那儿摆着呢。对于这种人，绝对不能急吼吼的生扑，必须表现出一种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的骨气和姿态。让他呀，对我们家这种高尚的品格产生一种敬畏，他才会死心塌地的跟上来。爱你哟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这几个月郑雷每天的收入都很不错的呀，你们怎么对他还是这种态度啊？他收入不错，能跟苏成比吗？爸，你怎么不说句话呀？你这段时间跟郑雷多好啊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同进同出，勾肩搭背的，你吃饭还净给他加好吃的，还给他加大鸡腿呢。你我没有不喜欢郑雷，我是不喜欢大鸡腿。你郑雷呀，他还是正主。主要是呢，爸妈觉得郑雷目前呢，他还是有点不着调，我们得给你找一个备胎呀。亏我们这人那么用心对你，真没良心！老婆，真没良心！哎，不是我说，郭大志，你这时候选择单飞，非常不明智，且非常不地道。你等我给我点时间，你让我把这凑齐。行，打住啊，打住，没完了呢还。兄弟归兄弟啊，关键这钱得算清楚了吧，对吧？你那仨瓜俩枣的，你知道我启动资金我都多少钱呢吗？大师也在这儿呢。李叔，您来了啊？那是正好，您来，您坐。我这正好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不是你怎么这就走了？走了，我那一堆事儿且等忙呢。您坐啊。哦，好，走了啊，这雷啊，你把单买了，走了是吧？好，哎，再见啊，大师，哎，再见啊，哎。跟咱上家聊什么呢？哎，是不是又聊什么发财的事儿了？
你倒是跟你爸说呀你。您是不是背着我给贝贝介绍男朋友了？没有吧？这不是胡说八道的吗？这没有。您觉得贝贝会瞒着我吗？啊，爸，您真的太让我伤心了，您知道吗？哎，蕾蕾，我绝对没有啊。哎，咱家董事长他可能有些别的想法，但是作为老丈人的我肯定没有。我是永远跟你站在一起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。Are you sure？ 当然 sure 了。你看贝贝那么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呀。Are you sure？ You understand？ 快跟爸说，刚才跟大志聊啥呢？郭大志搞大发了，他现在有了货源，还建了一个什么网站，就专门做这炒鞋的生意，卖的特好。那就让他带着咱一起玩啊！我刚就跟他聊这事儿呢嘛。这小子现在头少了，看不上，直接给我拒了。孙子，那咱就多投点呗。现在关键就是多了我也没有啊，爸。我现在手里头就剩这么一辆车了，还是贝贝给买的。我这不犹豫呢吗？要不给他抵押了？哎哎哎哎，这可不行啊！这车是贝贝自己钱给你买的，这可不行。我知道。蕾蕾啊。你看爸这些年呢，也做了不少副业，你看什么倒烟呐、倒核桃啊、倒酒啊，但是没有一样有这炒鞋赚钱。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消费力啊，他就摆这儿了，这事儿咱也试过水了吧，咱也赚到钱了吧，这个事儿啊，他一定靠谱。爸，我跟您说句心里话，您能这么相信我，我真的特感动。那关键就是，咱现在没有资金呢。哎，是时候启动我的小金库了。哟，哎妈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啊。还有小金库，哎，没，哎，没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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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没打，吓死我了，你，你小子，知道背叛的滋味，是是，不会，不背叛，我跟你说，这事不能让你妈知道，让你妈知道我就死定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要咱俩齐心协力，这钱一定能赚的，知道就好。你放心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的，这事一定能办好，咱前途光明，以后一定有挣大钱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。
哎呀，哎，苏总啊，这个挑家具它是一个人一个喜好，这东西太私人了。这东西我们真的不好替你拿主意。叔叔阿姨，以后叫我小苏就行。这贝贝眼光好吧？您二位眼光肯定更好了，所以今天专程请二位过来帮我参谋参谋。老李啊，你看小苏都请我们吃饭了，我们帮帮忙也是应该的嘛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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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叔叔阿姨，随便看，不用考虑价格。放心吧，帮你挑啊。哇，不是你不是让我表现出那种高冷有骨气的感觉吗？你再高冷再有骨气，那得让人家看到远方的星光啊。啊，黑心漫户什么都看不着，人家就撤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像启明星那样。懂了，董事长。哎，这给谁打电话呢？女儿啊。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呀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女儿能不亲自到场吗？你真以为别人想听你的建议啊？哎呀，这床是真舒服。妹妹，嗯，你这个姿势太像睡美人了。哎，要不然今晚上咱俩就住这儿吧。废话。哎呀，这么舒服的床，不行咱也买一个吧。我看看多少钱啊？73,999。让我多躺一会儿。我也躺会儿。哎呀，哎呀，舒服。这小苏真有品味。哎，哎，闺女，哎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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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！怎么才来呀？妈，这跟屁虫怎么来了？呵，这变形啊！这个死丫头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？让她来干什么？苏总在呢，撞车了。撞什么车啊？今天不是说帮苏总选家具吗？正好我跟郑雷也想买家具，一起选选呗。你们也想买是吧？啊，是那35,000的电视柜，你买得起啊？还是那78,000的水晶灯啊？哎，妈，别的不敢说，这么个小东西，我们还是买得起的吧。你还真有志气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嫁了小苏，把这儿全拿回家都没问题。哎，小苏啊！阿姨，苏胖子，可以啊啊！那会儿都说胖子是潜力股，这一眨眼就变大帅哥了，嗨。我也忘了，咱俩高中之后好像没见过吧？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，关振雷。是我。哎，我记得你那会儿是坐在贝贝后排吧？那你肯定老能看到他偷偷给我叠千纸鹤，给我织围巾什么的，记得吧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一会儿一起吃个饭。啊，对，是得一起吃个饭。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我和我老公请客。哎，哎呀，你个傻丫头，瞎说什么呢？没结婚呢，叫什么老公？妈，我没乱叫，真的是我老公，名正言顺的那种。妈，哎，爸，哎，这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妈，那个户口本我就先不还给你了，要不每次我都得偷偷的从盆栽里面拿，也怪麻烦的。就说他你把户口本怎么了？你看看前面主动收货了怎么办？哎，妹妹，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董事长，来来，顺顺气，顺顺气啊，顺顺气。哎呀，我说
出水去。恭喜你们啊！既然来了，李贝，选一套合适的沙发，当做我送你们的新婚礼物。不用，沙发我们自己能买。老同学，你就包个大红包就行。慢台阶。妈，你怎么样？还晕不晕？别跟我说话。你要还想让我再多活两年，就别理我。我的好妈妈，你别这样。我跟他真都已经领了，你们就赶紧调整调整情绪，接受现实吧啊。我怎么生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女儿？啊，我的命啊！妈。我身边呢确实是有条件好的男生追我，但是我都不喜欢嘛。你说说看，那些有钱人啊，一天到晚在外面应酬的啊，下了班找不到人影啊，晚上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才回来，那有什么意思嘛？不交际应酬，不积累人脉，怎么赚钱？那照你说的这个意思，我不就变成了笼子里的金丝雀啊？我可受不了这种委屈的。我就喜欢我们郑雷那种的，随时随地都陪在我身边，事事都以我为中心。虽然他钱是挣的不多，但是能把我宠成他的小公主啊。住在破笼子里也能算公主？那怎么不能了？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嘛，我自己觉得幸福就好了。你以为嫁有钱人那么容易的？那都是表面光鲜，背地里谁苦谁知道。那我到时候要是受了委屈，我哭都没人管我都。行，哎，我不跟你说啊，我说不过你，你那大道理一套一套的，等你以后知道柴米油盐贵的时候，你后悔死你吧。哎，妈，那我就问你一句啊，你这么多年嫁给我爸，你后悔不？你要是不后悔，我就不后悔啊。爸，我带着你发财，你就这么扯我后腿是吧？你这话从哪儿来的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跟妈都喜欢苏城，是不是？我可不是啊，我可是一直赞同你和贝贝结婚的。你说我的私房钱都让你说了算，那就证明什么呀？证明咱俩是一条心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个人的心在哪儿，他就会把钱用在哪儿。就咱爷俩这关系，那可是经过人民币考验的。你这么想就对了，爸。啊，那你以后可不许背叛我啊！嗨，啥叫背叛？哎，雷啊，过来。哎。妈，什么指示？既然李贝背着我跟他爸跟你登记了，那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爸妈喝茶啊！好，哎，给岳父岳母好的。对，这茶还挺好喝的。爸妈，好。哎呦，叔叔阿姨在。哎呦，你可来了，玉清，坐下。咱们家有大喜事儿。什么大喜事儿啊？振雷和贝贝。领证了，真的假的呀？你看看，姐，爸妈吃水果。哎，谢谢。看贝贝多乖呀！是，行啊，臭小子。嗯，贝贝、振雷，恭喜你们。嗯。亲姐，孩子们既然已经把证领了，那咱们后续的事情是不是得抓点紧啊？毕竟咱们想抱孙子的心情是一样的哈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这个亲家说的对啊，那个咱们是应该抓紧啊。那谁，振雷，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爸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我觉得我现在收入啊各方面也都挺稳定的，是吧？也能按月交份子钱了，就是这房子能不能早点过户给我呀？啊，那。你想什么时候过户？当然是越快越好啊，爸！我也想跟贝贝能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嘛。还真是的，你看一个男人得有自己的家，有老婆孩子，那才是真正的成熟，才能更有担当。您说是不是？可不是嘛，我们就这么一宝贝闺女儿，我们也不求她嫁的大富大贵，她怎么都得有个自己的窝啊。她有了自己的窝，她这婚才能结得踏实啊。是是啊。雨霞，你觉得呢？差不多就行了啊。
本来那个房子就是准备给振雷结婚用的嘛，是吧？你是为了让他早一点独立，所以特别提出来3年以后再过户，这个我们都理解啊。可是你看现在振雷多懂事啊，而且他们两个还领证了，一家人嘛，要相互信任，相互鼓励，对吧？这个，你要实在信不过，爸给振雷担个保。你担什么保啊，爸？振雷，贝贝，婚姻呢，不仅是陪伴，也是一份责任。该长大了啊。嗯。我明天有飞行任务，这样，等我这轮飞回来，周一我去把房子过户给你。姐，你早说这话多好啊！那就这么定了啊，下周一，咱们房管所大门口见，行不？哎，爸，哎，今儿随便点啊，啊，儿子买单。哎，嚯嚯嚯，你可牛气了，好好谢谢你姐姐，谢谢姐姐，是贵的啊，请讲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哎，来来，我给你拿，行。慢点，徐医生，这是妈妈。哎，蓝奶奶好。大人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活我儿子，你一定要救活他呀！是啊，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们蓝大哥吧！一定要救救！太不容易了，大夫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，但这个手术时间会比较长，你们就在家属等候区好好休息一下，患者的术后还要靠你们呢。徐医生，谢谢，拜托了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，放心吧啊。